刚刚看到鹿谷乡德林社区，社区的活动中心因为漏水问题，造成内部有变严的状况。观众林明进今仔日嘛专工来到社区关心老大人，并且会勘活动中心内面的状况。观众承诺会支持相关的单位尽速来施工，改善漏水的问题，并且中心来替活动中心的壁面做油漆。鹿谷乡德林社区活动中心提供大约120位阿公阿嬷，有一个一间照顾以及长照服务，但是建筑老旧的厝顶漏水严重，造成内部墙面壁癌严重。今天呢，非常感谢我们县长哈拨空哦，来我们这个竹林社区发展协会这边来，关心我们这些关了据点的长辈们的一些活动哈。那在这当中哈，他也发现到我们这个。竹林社区老旧了那个壁癌相当的严重，以及有落水的问题啊，特别在他的自己的预算里面编内了91万给我们竹林社区发展协会来做修改这样子。啊，咱社区的理事长哦，甲总干事啊，透过咱的三位议员哦，伊都在甲县政府讨讲哦，看会当间补助经费，因这壁癌哦做较好咧哦，卖安尼。看也真好看嘞吼，啊漏水吼，所以今日来这会看吼，啊确实嘛有真水啊，所以吼大概估算起来要91万吼，所以我们县政府啊也是要补助吼，请公所吼啊来甲做一个预防的修建吼，啊甲这壁癌了后，卖个漏水吼。关注人民警20号，尽管关心当日活动中心上课的老大人，除了承诺将用91万外块来改善活动中心漏水甲壁癌的问题，阁当场主动讲要替活动中心来加装冷气。今日馆长特别来挂一挂医生，希望来做改善。啊，而且咱这个竹林社区，它有很过去竹艺的外销，其实产值高达1亿。那么希望讲透过这社区哈，也再过来努力，用一些创新的元素让这些传统产业可以再让它发挥它的效果。馆长嘛，了解到咱乡亲的需要，希望讲有一个更较好的一个环境，予咱大家伫遮，无论是用餐也好，活动也好，拢会当。更加好的一个较舒适的所在，所以讲今日伫遮，咱除了要用，感谢着咱的馆长、甲乡长吼，咱的代表会、甲你市长，大家遮尔啊用心，会当讲专心来，予咱的时代吼，会当讲过了非常好。政府一向相当重视老大人的福利，这次馆长才会特别来到社区活动中心会勘，希望提供阿公阿嬷更加好的活动空间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